车。怎么怎么 ？OK OK OK， 又瞬间游客。他们在说些什么？我花莲里面。好甜，是的。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24个人了呢。挺好的呢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做性表情你好像那个表情包。好多人啊！要你头痒子。教书先生。哎呀！这个没事，到时候我本来是觉得这个角色太暴力了，就不需要戴眼镜。暴力？对啊，出来就打人，然后被打死。要再拍一点，感觉这里很好看耶。是的。摆板会吗？哎呀，收起来了啊！摆开。摆开。你再帮我们打一下吗？谢谢。85.8，他的头。再帮我们开一点吧。那待会看一下我包。有。是打哪边？好的，你不是先拍老吉吗？先拍老吉跟庄叔的，你去给温暖做票，今天我爸给你拍点手机花絮。嗯，不好。两斤，回忆里面两斤就行了，比刚刚好一点吗？嗯，等一下，给他们拍点手机花絮。不然我给，我算我吃的多是吧？对。这样，嗯，完美。老吉，镜子拿下去，暖暖给他弄。借个宝来，马上一家三口。啊，这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吧！要小孩吗？我就马上调一个过来，调一个两岁的过来。那个后面那个电线杆没拍到吧？因为前面有人。哎呀！然后先开一下，有两段声音。哦，看看。那一条里面是。你现在人手我没有。我如果要搞 DV 的话，还得买台电脑。没事，不慌，你这个没电了，我还带了一个呢。我那台电脑已经11年了，快要开不快要开不了机了。还拍吗？那就还搞吗？可以了，不搞了。吉吉他们那个什么小杨 ship 说，不对，是谁问？哦，随缘问你下午会不会直播？嗯，不知道。随缘嘛，随缘，名字一样随缘，和你的名字一样随缘。哦，随缘。听见了吧？好帅啊！我不能再给你们看了。